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女孩子喜欢我，既然没有人会喜欢我的话，也就没有人会跟我结婚啊。还有我认为我不可能碰到我喜欢的人，就算碰到了，以后他也会变成我不喜欢的人，我不可能跟我不喜欢的人结婚啊。你不先交个女朋友，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？对啊，如果是我喜欢的，只要我一看到，我马上就会知道是他。先生，你知道下个干为这个泪流呗，到巴罗那地面流泪呢，看啥牛人的，没路没家奶，妈也丢泪的，土下路的妈也拉泪呢，我这娃娃到处拼呗，修给家都也那泪，妈也找你吃奶没。你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啊？开罚单给你这种人怎么会辛苦？这是我的乐趣。真的？开罚单给我是你的乐趣啊？真的吗？真的啊。是不是想告诉我，你很喜欢我，每天都想跟我说话？是的话，你就说啊。